Lesson 8. 我在打电话。 1. Can you say? 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打电话。妈妈在做什么？妈妈在吃饭。爸爸在做什么？爸爸在看报纸。弟弟在做什么？弟弟在睡觉。哥哥在做什么？哥哥在洗澡。姐姐在做什么？姐姐在写作业。安妮在做什么？安妮在上网。生词。看报纸。睡觉。洗澡。写作业。上网。在。做。打电话。吃饭。Lesson 8. 3. Let's talk. 现在几点？晚上九点。哥哥和姐姐呢？他们在写作业。弟弟在做什么？他在洗澡。5. Learn to read. 静夜思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8. Story time. 怎么办？你好，我是小兔的老师，明天有数学考试。谢谢老师。明天有考试，回家。今天考试。